将军澳是东九龙近四分一世纪发展最快区份，本源多不胜数。位于调景岭的维景湾畔绝对是尺价指标。维景湾畔坐落调景岭港铁站，三期合共15座，提供超过5700个单位。单位开积多元化，由一房、两房至三房连套房都有，吸引不同客路。其中以两房单位供应量最多，啱晒身份和单身一族。维景湾畔设有会所、室外、室内泳池、保龄球场、网球场、壁球场，所有中产运动项目场地都可以在屋苑找到。同时屋苑的公共空间绿化非常优美，而且座座相连，成为一个大型屋苑休憩空间，住户有如置身大型公共公园一样。维景湾畔自设商场，有少量铺头，另外有天桥连接都会站商场，有不少类型商铺，好像酒楼、超级市场、家居日用店铺，能够满足不同住户的购物和食住需要。讲到交通，维景湾畔连接调景岭港铁站，无论去观塘和过海都是10分钟之内车程就一定到，翻工翻学准时没难度。不想搭港铁，巴士站的巴士线众多，可以给住户有不同选择往港九、新界各区，更有一个合理心水。维景湾畔属于小学95校网，当中部分深受区内家长欢迎，例如加密主恩中学、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和将军澳官立中学，同时亦都有多间国际学校落成，好似香港斯贝利学校、法国国际学校都是将军澳区的国际学校，为住户子女提供更多不同的教育选择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